上次做的麻辣拌火了，今天教你个更简单的做法。先把自己爱吃的宽粉、鱼丸、蔬菜煮8分钟，碗中倒入一袋麻辣香锅调料，热油激出香味，再倒入一大勺麻酱，其余什么都不用放了，搅匀匀在煮好的菜里面，翻拌均匀就可以开吃啦，麻辣鲜香，简直太过瘾了。